到已经投入了，是吧？再不用力，再不卖力就要输了，这运下去了。不好意思，吓人。那是打完以后，打完以后怎么了？再输又能怎么样？我还怕你。
打积分赛，没有说一个人冠军吗？
灵敏，就是让他打脸。哎，怎么打到他？帅气的脸庞是这么无辜的。Thank you.
Santa. That all right?Few, yeah. Few, yeah. Yeah. It's crazy.
the headlines now in Singapore. Yeah. Yes, the data.
觉得站位首先也没听到那个。我听到你叫他，他都是就一打。好了，正确了吗？也正确。呀，对，谢谢谢谢。呀，以前来的时候叫一下，你前面。哎。那我打给你，你只是。你要顶一下就行了。对，你要顶一下就行。放了一个很好的球，你这样放了一个很好的球，你还要往后退，不对了，这样你起来，你可以打他就行了。因为他如果挑高，除非他过了你这个，他很高，那我来打也行啊。他只要足够高，就是没救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勾对角你也防不到你，你放了一个很好的球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没什么问题，或者你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他放在这里，你再跑过来这边呢。啊，快完了。对，对角也很远的，主要是还远。对，所以你不怕。只要他有足够的距离，就没问题。而且，最简单的就封直线了。哦。是挡住他那个，然后我们要拉那个脚对吧？然后啊，弯了我们拿上面去，这些你还带在中间是不够的，你应该挪一步在这边，因为你要扯一次打，一次。我们当时人家说可以打对角，对角你这么远了，不是打对角，如果你打对角，你就跑这些，我也可以在这接，但我们两个跑直线是对的。
后面才是打了一下，开始不知道怎么弄的。哇，还是你空气空的好。空气要空吧，怎么又飞到空间了？对啊，你打女双打得多，这也不能怪你，女双打得多。
要是换不过来，你这样打完这样的，你再想上你就上不去，你那样能。可以，不用管了。
对，往前。拉的时候喜欢蹦着接，蹦着接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不是，不要掉，不要这样子接。哎，这样子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哎，这么接，你的心率就不一样，对，对，固定的，固定的，对，有这样，这样，对，女人的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，但是这个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玩意儿，就是你这个是不是？喝起来不是太甜了，对，太甜了，会结这个。
边一个屏幕，这边也有一个屏幕。它能同时用录两边，或者用什么 3D 的？
Thank you.
I've only been to like the campus. Sitting there and watching you. I think they have the best life.